没有出生的时候，我妈妈已经是在经营通草了，所以我等于是在通草堆里面长大的，所以我感觉我是独生女。独生女这样子，因为跟上面的姐姐差了12岁，嗯嗯，那等于姐姐她们很早就结婚，18岁啊，所以我就小时候就等于是自己一个人，嗯嗯，然后很多做手工就是很多永远做不完的事，嗯嗯，嘿，那素香，嗯，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就去你们工厂工作啊，结婚以后。在家要在家里做，嗯，啊，就他妈妈有拿去给我说，还有好几家了，就拿去。其实，在我这么说吧，在那个年代哈，每一个人都很注重他手上的那个东西，不会像现在的人比较贪心，什么事都要做到一条龙。嗯嗯，嘿，所以柳臭就是柳臭，怕臭就是怕臭，退臭就是退臭，然后大山人，嗯，因为大山他。是一个很小的渔村，在那个年代，嗯嗯，其实是很穷困的，嗯，所以呢，在我妈妈大概5、6岁的时候，阿妈就举家到新竹来讨生，学毕业就来就学徒了，就去做学徒了。啊，少年时期哦，没有什么少年时期，我19岁，我爸爸就把我禁在家里做通草，不要给我出去工作。当在还没结婚的时候，那时候通草很盛行哦，生意很好哦。就是有时候还会晚上还会加做贺年片，嗯，还是什么画图的，嗯，贺卡那个做卡片是3寸6的好啊，无啦，伊要发5寸，5寸那是特殊的，嗯，你做卡片2寸够大概是，啊，我当时还留3寸6，3寸2、3寸6，那是3寸6，嘿，啊，我毛3寸2，但是那个就是比较特殊了，有时候我觉得它可能跟过去的历史是有关系的，可能。等山给逮完，然后就把这个工艺传到新竹来，嗯，可能当初那个人他就在新竹落脚，嗯，我们刀子有另外修刀的师傅，嗯，就是外界来外界去，嗯，那个师傅很厉害，就会顺从你的手势，嗯，这个原材料也是个问题，修刀也是一个问题，柳臭也是一个问题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最主要是在做记录而已，嗯，我们台湾的做起来真的是比较漂亮，啊，那不是恁台湾呢？你需要我咧做，还是要关林边还是关这个？龙湖啦，两边龙湖啦，2013，然后做，去年关了，而且2022就做了10年，又把钱都还完了。好了，见好就收了。40、46岁再去华夏，华夏哈，做了60岁退休。退休再搁转来面粉面店，而且搁做十年。70岁就休息，今麦无人要用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我拢无讲，我不要拍算啊，不要想要安怎才会较好。是阮翁，我50岁，阮翁就转去了。嗯。啊，我等到阮翁死了，我收入就固定。阮翁46岁小可中风，因无做通车时，我甲阮翁去做小工，我去做完了，偌代你少呢？刻苦耐劳，那感冒吼，啊人艰苦，啊讲，啊无我先来倒一个，等下倒个面子，就讲啊外省伊啊，不宠他了，他不允许他躺在床上，嗯，他认为他是宠那个病毒，那个感冒，讲外省伊啊，搁爬起来做工去。哇，流臭！我跟你讲，你家己流臭流破去，它会很污浊呢。你要排流啊，嗯，啊，都派去创啥？你家己就生气的呢。嗯嗯，不是讲我流滚手搞就好嘞，冇。臭悄悄，阿咪家这个地头，登去哦，心很疼呢。真的唔甘呢，安尼。你不但臭也悄悄嘛，阿咪家这个地得好流，无流个一缸一缸嘛，阿你按个接是头怕臭。本来一碟总共斤半是2斤啦，啊，阮就为着要看面，要创较水吼，会去偷拍错，啊，加料给因呢，啊，阮搁用口的哦。我妈妈袂啦，迄是你第一个老爹无遐。因为要包起来，包起来，所以你上下一定要比较长嘛，啊，去偷拍错吼。我妈妈袂甲你骂啦，啊，确实加料的呢。我讲流错也无歹势，啊，反正一顿就到，反正我煮一顿，啊，一个错，好的错啦，错歹歹。